是你偏要被听吹。家里比较是那种好的，对，没有，很 A， 很 A， 很 A。如果有话跟我说，你别往属膝部移动，在膝盖就好。哦，如果啊，如果这啊，酥麻啊。如果那个在颤抖又忐忑的勇气啊，哦，好复杂你啊，这有点生病，颤抖又抽搐，太难了，好，就是什么事？哎，这样头要过去，手要伸进来，啊，要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就这样比较顺畅吧。来，再继续。是不是我在告白？你搞不好还不小心滑到鼠鼠，再收回来啊！我在告白，我在急什么？他已经练了很多天了。对，你真神一点好不好？他已经练了很多天，真的。我明天下班就过来，我也有话跟你说。那你要有一种明天爱事的娇羞。嗯。啊。你放心，跟儿童做这种事真的很屁。我也有话跟你说。你刚刚的娇羞值大概只有20。我明天下班就过来，我也有话跟你说。25而已，距离75还很遥远。自作多情。我下班就过来。站的时候，我一分16分，一定要这种。对，特写要更娇羞。我刚才笑出来。这哪有娇羞啊？才27分吧，多2分。嗯。平常都100，今天27。世纪最低。你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就很爽，他爽在岸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么快就吃完，就是为了要看嘛？看完之后要干嘛？回家。回家，好，就是就往那走。你今天为什么那么娇羞啊？刘你有什么？是谈恋爱啊？应该是谈恋爱就要娇羞的，对吧？娇羞的很搞笑。刘海都会动，还好今天戴了一个，有点晃。看到你桌上的定语。我今天想，我不要看你了，我不要看你。我好，我再加一个。你为什么这么快？你可能余光看房间，因为他还在里面。嗯，这个还在里面，这么快啊？我看到他笑出来。你说刚刚在那边吗？你在娇羞。我也是。你笑了之后，就是笑出来干嘛？我在想他笑出来干嘛？看我已经，你这娇羞你不行吗？娇羞可以接受吗？完了。